要注意正法。就是世界上所有的事事物引导你去犯罪，引导你堕三途的事儿很多，要离开这些个，愿一切众生都能离开，别再造罪了。那其心呢，就是不作恶行善的意思，善的。菩萨在行大悲道的时候，有险难没有？像我们初发意的菩萨，刚发心，智慧不具足，光有一个大悲怜悯心，这很危险，要出悲障，障住你大悲心。所以我们将信佛之后，学佛之后，因为佛的教导嘛，知道世间的一切人呐，在苦难，有的家庭破碎，有的遇到这灾难，那到未来你要堕三途恶报去，将来的苦啊是无量的。那么自己学了佛法了，懂得了，对他们生起悲哀的，对大悲心呢，就是对众生的痛苦生起悲哀。那就给他们想找个出路啊，怎样帮助他呀，也想渡他呀。但是你力量不够啊。你没有这个智慧啊，能给他解除痛苦啊。所以要多发愿，要助正法界，让他们一切众生离开这个罪难。那叫求出离，断生死苦，正道的有一涅槃乐。既不要之空，也不要之有，但是这个愿是止之住，止之菩萨行菩萨道的时候，行净恨品的时候，只说发愿当愿众生，不能转变众生。而这位大菩萨观音地藏文殊普贤，咱们天天在这求文殊菩萨。那有的道友就问我呀，说我们天天求文殊师菩萨啊，智慧还是不开呀？要是那么容易开的话，那大概三途啊就快没有人了，没有堕三途的了。你业障没消完的，圣境不现前。如果文殊菩萨现身，你不能理解，你还转变不了，因为你看见苦，把这苦当成真实的，这个观念本身的观念就没办法度众生。这些个现象在菩萨他认为是空的，在众生他是不空的。苦和乐现前警戒相，如果你不执着，苦和乐平等平等，没有乐也就没有苦了，没有苦也就没有乐了。这有智慧的、有智慧的大悲心，他令众生增加智慧。没有智慧的大悲心，他不能利益众生。说悲必须是智，为什么说智悲双运？大智跟大悲，大智慧跟悲心两个要结合。现在我们是遇见什么发什么愿就好了。文殊师利菩萨在净恨品只叫我们遇到什么境界就发什么愿，看见险道，就看见一众生都走的是险道，
争名利啊，争财富啊，贪五欲啊，这都在险道上游戏呢，像踩钢丝一样的，很危险的。因为我们在一切众生遇到什么境界，就被什么境界转。所以文殊菩萨说这个净性品，就叫我们善用其心，要么心能转解，不要被境界转。要见众会，当愿众生说甚深法，一切和合。凡是人多聚会的地方，大众的会，会就会合一起了。聚会的时候，应该发愿。发什么愿呢？说甚深法，不说人我是非法，不说妄言其语法，不说讷口，要说善语，说论除四间法，这叫甚深法。是一切众生都无斗争，都无和，都和合。要每位的菩萨，每位闻法的都能这样发心，使这佛，每人人都让他能闻着佛法。这个世界上还有斗争吗？那就没有了。现在大家看我们现实的社会啊，国跟国斗，人跟人斗，只要有人聚会的，他就有斗争。要是在聚会当中，你发愿知道佛的甚深法，什么是最甚深法呢？空义。那有什么斗争可存在呢？所以一切众生都能和合，都能和合。要见大住，当愿众生你我争心，无有分恨。看见大柱子，就这种房梁柱子，就说见着柱子就发心，发心离我争心，不要争，也没有愤恨。见着大柱子发正愿，以前对这个我想了很久，我很不理解，见着肚子，这个柱子它有什么争啊？它没有争的了，它也没什么愤恨呢。现在肚子，现在这个柱子要发愿，离我争心。和我要联想这小说，联想这戏剧，啊，这个柱子还是重要的。我看明朝那海瑞，大家称赞他，他本是我朝总，就是明朝的，擎天柱一根。啊，我从这个擎天柱一根，说好比这个大柱啊，擎着承受这个房子。大家看着我们这三层楼吧，就这个柱子承受，就是大梁，大梁。顶梁柱，顶梁柱，说它符合的很重，那根本这菩萨发心，菩萨要度一切众生，它的符合量很重，这个大家理解到吗？有时候事上，事情上啊，要从理上想，再回到事上想。要么一个人自己度自己已经就够了困难的了，很不容易醒悟，还让你发愿说这四五百个人都让你度，那就符合量很大的，就是这么个形容词，就是荷担的重量很重，
见了大柱就想到，我发了菩提心的人，我要行菩萨道，我的头顶上顶着一些众生，我要把他都度了，要利益众生，使他们都能少龙佛种，就是大柱是形容的意思嘛，就是显到他的符合量。我想到我自己，我接着为佛子要发愿度众生，我怎么样度人家？但是众生不是那么好度的呀，那好的。不是不信佛的，已经信佛了。那验证自己的心啊。比如说现在举个现实的例子，天台山果清寺后山住着一位，我也不知道他出家人不是在的人，他也不说，又不跟你说明白。他说，法师，你不是学地藏菩萨的吗？人家说你念得很灵啊，我现在被魔缠住了，你给我把这个魔给我消掉。我说我没这个力量，就打电话。我说你自己消，我只能告诉你方法。他现在打线，我跟他说，我说不要再给我打电话，还是照样打。每天晚上都是你要睡觉的时候。打多少次了呢？现在我给他算着，大概是50次以上了。你不理他，他要理，他要找你。菩萨心难防，难防。对，他跟你纠缠，好像我磨他了一样。这是不可思议的了，是发心很难，很难。如果你对他也不了解，也不认识，从来没见过，他连个名字都不告诉你，有这样事儿吗？他就现实有啊，有这样人吗？就是有啊。我说你不是信佛的，哈，他跟我就吵起来。我是信佛的，我说信佛的人还叫鬼迷上了，让你念地藏经，你说你念了。你念了不灵，你怎么念的呀？念的方法也不同啊。诚恳念的吗？不诚恳念的吗？那有些个冤业的，有些你跟这些个讲理呀，是没法讲的，讲不清楚的。还有一个女众，给我来了好多电话，来了电话我不理她。那你有什么办法？他要给你打。你说把电话机关了吗？哎，还别人来正事呢，又耽误了。他要不要他打个电话？要不要打电话？所以这些事儿就像说是要见大柱，当愿众生离哪正心，无有愤根。这个愤恨呢，生了根了。他就要愤，愤要生根的。要想把这个愤的根断除，不生愤很难。就我刚才说这个，你说你跟他生愤恨吗？他是谁呀？也不知道他是谁呀。他就要干扰你，干扰你。我说一会儿，我跟你出家吧。你是老几呀？你要出家，我会收你吗？有好些个问题呀，对待众生，你只要不发心可以，你要发心，你的符合就很重。什么叫符合很重呢？你说是，你不发了菩萨心了吗？你不要行菩萨道吗？我求你啊，你就要行菩萨道啊。你不行不到，你还发生菩萨心呢？